各位即将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新生，哥伦比亚大学各学院的在校生与校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想在开播开始之前问一下有多少人是即将进入哥大的新生？谢谢大家，校友呢？谢谢大家。在校生呢？好，谢谢。欢迎大家在这个炎热的下午到访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北京参加今天的创业论坛。 我叫全奇野，GSS16年毕业的东亚区研究系毕业生，也是哥大学术中心的工作人员。今天的论坛，我们有幸邀请到五位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出校友，在此与大家介绍他们在各领域取得的成果，分享他们的创业经验以及对创新创业精神的理解与未来的展望。作为北京中心举办的哥大北京之夏系列活动的一部分，今天的论坛完美的呈现了哥大北京之夏系列的活动的期待 ，Experience Columbia in 北京。 中心作为哥大在北京的一个窗口，让更多人有机会了解哥伦比亚大学的各个学院、各个项目，有机会听到也看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与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让更多人感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校友在历史上曾经怎样推进过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进程，在今天如何在各自的领域成为业界认可的榜样人物。相信大家进到这个中心的时候，已经看到了在墙上挂的这些照片，它是顾维钧。 我们最近呢也在做这个关于顾维钧的一个展览，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过来欣赏一下。那今天的活动分为三个环节，第一部分呢是由五位校友进行主讲的创业论坛，其后将进行问答环节。届时欢迎各位新生、在校生与校友提问。问答环节结束后，中心也为各位准备了简单的小食与酒水，欢迎大家在论坛结束后互相交流。下面请孕妇介绍一下今天参加论坛的五位校友，大家已经坐在上面了。 除了一位这个江天一先生，首先呢是方爱芝女士，她是真格基金合伙人兼首席执行官。方爱芝女士同时也是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北京的咨询委员会委员，哥伦比亚大学本科同时校董董事会成员，同时担任斯坦福商学院北京分会的联合负责人。方爱芝女士将担任今天的论坛的主持人。 江天一先生是欧灵投资的联合创始人和合伙人，他由于飞机晚点，将在这个大约半小时以后到达会场。第三位是朱英男先生，他是简历黑客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下一位是吴斌先生，他是石墨文档的创始人。最后是胡俊先生，奇正科技 CEO。那下面我们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这 四位校友，还有将即将到达的这个江天一先生。我们就直接开始吗？好，那个大家好，我是 Anna。那个今天就是很高兴见到所有这个校友的，我是从斯坦福的活动赶过来，但是很高兴。其实我更高兴跟那个就是哥大的朋友们分享，今天就是很难得，因为我是04年从哥大CC经济系毕业。 然后我在哥大时候基本上没有这个互联网或者 tech 这个话题吧。其实我04年毕业就是 Facebook 诞生的那一年，我们就是第一批 Facebook 用户。我是到快30岁才找到就是 tech 和 VC 这个领域，所以今天就我觉得我们很有幸请到几位在就是北京这个创业生态比较活跃的几位创业者，还有这个 Tony 是刚刚。 就是自己成立新的，就是自己的 VC fund， 来分享他们的经验。所以首先呢，我们会让他们自己先自我介绍，然后我会问他们几个问题，然后再让观众朋友们也提问。那对，我先介绍一下 ZhenFund 吧，要不然就是sorry， 刚才忘了。那个投了大概400多家公司，然后就是在
电商 O2O 最近看VR 比较多，不是 VR， 对 VR AR 加上 AI 也比较多。然后这个教育领域最近我觉得又有新的一些这个比较有意思的企业，然后今年知识付费也是一块我觉得比较新的一个模式吧，对，大概这些。然后当然共享单车这块，我们和那个 OPPO。这个共享的所有事情都比较火，现在包括像共享篮球、共享这个雨伞，我每天有不同的共享的这个 BP 在发给我，对，都比较有意思。哎 ，Hello 大家啊，我是 David， 那个我是 CC 本科，2012年毕业，我是本来是2011年，然后我中间修过一个 gap year 间隔年，然后后来我先去这个当时我们那帮校友最火的还是去金融行业，对吧？我先去华尔街投行高盛。香港办公室干了2年，然后做的投行，然后是做的金融机构组，就是银行、保险这些很 boring 的这个产业。然后后来去了一个这个 PE， 就是在咱们的北京办公室，那个 PE 的前身是 UBS 亚洲直投部，英文叫 Affinity， 是这个专门投这种比较大的这种就几亿美元往上走的这种 buyout。然后干了半年之后，觉得实在太无聊了。然后那个时候北京这边创业氛围非常非常火。然后就被我的朋友这个忽悠下水去创业了。然后在这一轮2014到2016的创业这个浪潮当中呢，这是我现在是第三次创业了，前面两次都失败了。这个第一次是没融到钱就死了，第二次是跟着一家融到钱的企业走到 B 轮，然后这个整个公司转型，然后我不想转型，所以我就离开了。然后我去学编程，就是这个写代码，然后。这个跟我在一起学编程的同学，现在一起做了现在这个项目，是一个写简历的工具，叫叫名字不重要，因为我马上改名字了。那个，对，然后那个因为那个叫简历黑客这俩字太敏感了，对，大家一搜，就是百度搜第一个是我们的网站，第二个以后全部都是跟黑客攻击相关的，所以就是不太好，大家对隐私还是比较注意，所以要改名字。然后现在就是在北京就是这个 WeWork 的空间里面创业。非常的爽，那个很推荐，如果大家创业的话，anyway， 这么多，谢谢。大家好，我叫胡俊，今天也是非常开心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以前那个创业和工作的一些经验。我的经历也比较复杂哈，就我是那个哥大2009年毕业的那个 Computer Science 的 Master。然后我的那个第一份工作是在那个高盛，就是当时也是比较巧嘛，就正好是那个2008年，然后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就是我在那个高盛做那个 technology 的那个实习生，然后当时也是很有意思的一段经历，就我们在那边实习的时候，然后就听着那个 Bear Stearns， 然后 Lehman Brothers， 然后一个一个的倒掉，所以后来毕业了以后，我在那个美国的 Microsoft， 然后那个 Facebook， 就是两家公司，然后我先后是。各工作了大概2年左右的时间吧，后来我觉得就那个大公司里面反正干下去就这样了，所以后来我就出来创业了，所以说我是先和美国两个美国人，然后在 Silicon Valley 就是在美国那边，然后一起做了一家公司叫 ProsperWorks， 就是说也是其实是在吴斌的这个领域里面，就是在那个 SaaS 这个领域里面，后来也是比较幸运，就 ProsperWorks 就后来做的还相当不错。就做了接近三年以后，我从ProsperWorks 就离开，然后我是和另外美国微软还有谷歌的几个小伙伴一起回国，然后做了一家VR 和 AR 领域里面的公司，就我们是从那个去年开始做的，然后现在也是在北京这边，也是非常有意思吧，所以待会就大家有一些就是关于这种创业啊，然后求职方面的这种问题，就我们可以一起探讨。大家好，我叫吴斌，然后我是2007年去哥大CS 的硕士，然后跟胡静是同班同学，他是我们班最优秀的，就是唯一一个硕士发了 paper， 我基本上班里算是倒数，就那个 GPA 3.1 左右吧，毕业的时候，你们去的时候有一半人中国学生会拿4.0，就是比如说像胡静这样，但最后我还是就是一起在这个创业的这个路线上。那个2009年，刚刚说到雷曼兄弟倒，那个我也是2009年毕业，胡俊是先找到工作，我是没找到工作的。那个金融危机是非常恐怖一件事情，但最后我还是坚持下来，然后没有在纽约被赶走，然后
非常艰难的坚持下来，就找到一份工作，就是联麦兄弟倒了之后被巴克莱资本收购了，然后我就进了那家公司，然后做了两年时间。后来那个后来我突然觉得对中国不太了解，然后就回国了。回国了之后呢，大概待了两年，做了两年的事情，然后就开始创业。就2014年的时候开始创业，做这个叫做石墨文档，然后其实是类似 Google Doc 的产品，或者说是Office 365吧，这样简单来讲，就是这种云端的这个可以多人实时协作的这样一个工具类的产品。那么这三年间呢，就是我觉得有很多的一些感触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那个我们也就是对我自己来讲，我也接触了这个像这个赶集网的创始人杨浩勇，他就成为我们的这个领头方，然后那个跟杨浩勇这样的就是大佬级别的人物去探讨该怎么样去做这家公司，那我一下子就感觉，哎，那这跟之前在美国的经历就不一样了，就是跟国内最一线的这个创始人一起去这个最优秀的创始人去探讨怎么样去做创业，然后包括我们这一轮的领头方也是非常 top 的这种创始人，就除了 BAT 之外可以数得出来前五的这种大流量的这种大佬级别的这个创始人，去能够有跟他们就七八个小时一起去探讨这个产品应该怎么做，然后这个方向有多大。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就是一开始在纽约的包括哥大这种求学经历和纽约的这种工作经历，然后在成长，然后回国之后发现，哎，在国内可以有机会去跟这个最厉害的这种大佬级别人去共事，是我感觉是一种不一样体会，可以跟大家多去分享一下。对，也包括其实真格基金，大家我不知道知不知道，实际上是国内最牛逼的，就可绝对是 number one 的这个天使，就天使这个这阶段的这个基金。所以我觉得我当时在纽约，我是不太能想象跟这个像这种天使，就 number one 的中国天使基金的 CEO 一起，就是一起来探讨或者说跟大家做分享。所以这也是我一些经历吧，就是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有一些帮助。提到都是从先在投行实习或者工作嘛，然后经常就是同学最常问我的问题，就是我应该先创业或者进入 VC， 还是我应该先去在投行或者 consulting 找工作？所以你们现在有什么这个建议吗？我想问一下，你们有谁是决定非创业不可的？非学生？好，前面有几个啊，好，这个可以回头单聊啊，这个还在犹豫的。这个可以多听一些这个在台上的几个建议，因为我们都是面临过这个选择的。这个我个人觉得话，就是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台上这个又有两位，就是本来就是 technical founder， 就自己是懂技术的，这个就不用说了。然后我自己也是前两次创业就是碰到过非常非常多的坑，就是因为我是皮都不懂，主要是不懂技术，然后后来自己去学编程，算是懂了一点点皮毛，然后至少不会被这个CTO 去忽悠，对吧？就是他说是他干了什么事儿，其实没干，或者说他说这个东西要十天，其实他两天就能搞成，这种东西就不会发生。然后，像在硅谷最厉害的孵化器这个 YC， 他们收的大部分这个 founder 呢，也都是这种 technical founder， 就是你的这个自己能够做产品出来的人才能够去 found 一个 company。所以就是如果你不懂没有这个技术背景的话，其实去直接创业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大部分时候也是你跟着一个懂技术的人去一起创业，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consideration， 我觉得。然后，找工作就是通常大家去怎么说呢？就是有一定的行业积累之后，再去在这个行业领域里面去做一些创新，去做一个公司出来，这种情况成功率会大很多。当你没有任何的工作经历，就想去直接做一个公司出来，像这个比尔盖茨、Mark Zuckerberg 这种，还是太少见了。这个我觉得大部分就是这种是极少性的黑天鹅那种事件，所以我还是不是特别建议，就自己的 two cents。我觉得如果最后的目标是创业的话，我觉得首先就是明确目标很重要啊，就是目标是要这个有一个 happy life， 还是最后要创业？我觉得如果是目标是那个创业的话，也是分情况讨论。我觉得 VC 和那个创业的那个 mindset， 我觉得还是有些差别。就如果 VC 作为那个 first job， 因为我觉得 VC 实际上是一个比较
就我的感觉，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职业，就是说他讲的更多的是这个 race， 就我把一个项目然后解剖开，然后横着看竖着看，然后最后把这个项目里面所有的 risk 都给拆解开，但是每一个项目都有 risk， 所以有时候对于创业者而言，就更多时候就有关键是这个迈出这个第一步，然后敢于去做，就有时候在做的过程中，可能那些 risk 慢慢的就是你会 figure out， 所以我觉得就我感觉啊，就 VC 可能就尤其是入行比较久了以后，就对于这种风险上的这种看的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就会非常理性，然后这个跟有时候创业不完全是吻合的，因为创业有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就你需要热情、需要激情、需要信仰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你这样做的就是一个就很不容易的事情，就是你这样做的是一个九死一生的事情，有时候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脑门一热，然后反正就你心头一热，然后说我一定要去做，然后你就做了，最后你在做的过程中，最后把这件事情慢慢的给搞清楚。这是如果说是 VC 作为那个第一份职业，我觉得如果说是第一份职业是比方别的大公司，比方像 Facebook 像微软这些，我觉得这可能是另当别论的，就是像这些公司里面也的确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就如果我们待会要说那个第一份工作，我觉得可以再展开一下，我觉得首先那个人生还是要过一个有趣的人生啊，就是如果你去做投行的话，那你的这个有趣性不在你的这个每天八个小时甚至十个小时工作，那在于你就周末去就是帆船啊，或者说高尔夫，就是那你的工作不一定能感受到很大的意义。当然如果你做一个中国的高盛出来，对吧，这个那当然是会有意义，但是就我觉得总体大体上来讲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我们活在这个市场还是会去寻求更多意义和有趣性，对吧，而且特别是我们各大这一个群体根本不太会去想说我这边是不是那个温饱或者吃饭问题能解决，肯定是更高层次的一些想法，那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去做一些自己觉得很有意思、很有意义、很有趣的东西，这个人生比较短，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呢，就比如说创业，比如说 VC， VC 有意思在于你能看到很多创业的故事，然后你去帮助他们成长，我觉得是这样，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经历啊。然后创业呢是一帮人，然后有一个想法，然后其实一开始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傻不拉几就冲着去做，然后去创造很多东西，然后会经历很多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想好，就是到底是要去做什么。但是我是希望更多人去进入这个创业的这个浪潮。然后那毕业的时候到底是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可以有一份工作，然后但不用太长，因为我自己在八百待了两年，但是其实啊，我觉得一年就够了。然后实际上更多的时间，比如说我如果要做互联网创业的话，我觉得中国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讲，中国的环境比美国要好100倍以上或者1000倍以上，就是它更容易去发展你这个事业，所以就尽早的回国，因为在美国的这个经验它或许不是效率最高的，或者有些经验回来完全用不上，你得重新获取这个经验，那经验其实还挺重要的。然后还有一些时机的问题，就是过了一年两年这个时机过了，所以对于你想好要做什么，在哪里做，如果是要做大的事情的话，可能更多在中国，然后有一些经验之后，然后可以针对你想要做的事情就投入进去，然后具体还是要看你要做的这个行业的想法。我想问，因为刚才你都提到，就是创业是很艰难的一件事，对吧？所以我想，就是你能够分享一个故事，就是创业就是最这个 low point 是什么样的感觉？就大家都知道创业很就是 work hour 是什么996啊，但是你最 low point， 比如说就剩一个月的钱啊，还是什么？然后包括以及你最 high 就是最 high 的一点，就是最 high 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那我先说 low point， 我们 low 到什么程度呢？2015年的资本寒冬，那个。因为第一次创业嘛，你知道，就是我不是那种特别聪明的投资人，都是一定要一次一次经历，然后才会learn the lesson。
2015年的资本寒冬，那个时候之前是非常风光的，然后后来发现这个好像就是不对劲，然后我们其实团队非常好，然后方向也不错，然后基本上把很优秀的一些投资人全部见了，但是来来回回看我们项目，最后就是不能下手啊，包括这个非常一线的，比如说跟红杉齐名的这种，都是就 personal 的都见了好多次，对。但是我们从11月份的时候开始，就是全员那个降薪30%到50%，你们可能没有太大概念，就是这个中国，在中国一般长大这种白领，其实这对他们来讲是极大的打击，以至于到我们那个第二年的2月份，有几个程序员已经他们信用卡上已经欠了50000块钱，但他们是实际上家里不是很富裕，就实际上这个对我们触动很大，然后。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大的压力。然后从12月的时候，我每周会见，我觉得整体我见了50到70个投资人，然后深入聊的有非常多，可能忙的时候一天要见3个投资人，然后在北京这个交通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基本上50到70个投资人，我觉得80%会，可能会有30%或20%会给你致命性的心理打击，对，就是。比如说你想，从这个投资人出来之后，你想要不要把公司卖掉，然后跟合伙人很 serious 讨论怎么卖，对，就是打击成这样，这个，然后你的小伙伴跟着你一起，当时梦想啊什么，对吧？最后结果他们要一起降薪，然后你要跟他们说这个事情，这些，我觉得主要还是心理上打击。不过我很感谢那个哥大那一段，那个打击真的是让我已经是就是有一个抵御力了，对，所以这个 low point 呢，就是会有，我觉得会有，然后不是所有的公司会经历，像陌陌3年就上市了，它这么顺的，但是那个艰难的公司有很多，我们当时就经历过来，然后到开春之后就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资本，就是。我说那个赶集网的创始人杨浩勇做的基金，然后跟我们谈，然后这个到最后我们只剩4-5万块钱吧，4-5万块钱，再往后我得自己想办法，得私人筹钱去给大家发工资了，对，然后再把这个资本接上，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就是跟这么高级别的创始人去对话，就是赶集网是40亿美金。估值跟五八同城合并的这种级别的创始人，其实能给非常多的价值。到后来，浩勇也 personal 跟我，包括我招一个人那什么，都会跟他打电话探讨。我觉得这对一个创业者来讲，就是是很少有的这种经历和这种就是直接的这种私人的指导，有很多这种时间。这就是题外话。所以这个 low point 的事是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一段经历。然后。所以如果要创业的，一定要有个 big heart， 就是这些事儿你还能睡得着，对，这个比较重要。这是我 low point 的经历。这个 low point 经历，然后像刚才吴斌说的，你说了很多，对吧？就是这些，反正这些一般这些我们都会经历过，就是像什么这个，就比方像我们去年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做了一个产品，然后到了那个。7月份的时候，后来 Facebook， 然后后来那个，就比方像我们就是去年花了很长时间，然后做了一些产品，后来到了那个6、7月份的时候，然后 Facebook 就是然后开源了一个就是跟我们当时做的东西差不多一模一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当时就是就大家要讨论就是说最后怎么办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面，尤其在这种情况下，就其实大家对团队还是很 desperate， 然后像反正是类似于像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我就不说这种了，我就说别的，就是说，就对于我而言，就是一些比较好玩的吧。就比方像我以前最早的时候，都是在什么 Facebook 啊，然后微软啊什么这种地方。就是说像这种地方，就是说那个就 Office 都很高大上的，就是说你走到这种办公室里面，我不知道这个传说是不是真的。比方像高盛里面办公室都是调到那个20多度，然后让大家这个精力可以这个最集中，是吧？所以当时就是对于这些办公室什么的，就我们就 take it for granted。然后后来我在美国那边创业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就我们那家公司嘛，后来就在那个312里面后来租了一个办公室，反正也就是随便租了一个办公室，
后来就没什么概念，结果后来做了以后，我们发现就是那个地方，因为一方面就是那个朝向不是特别好，应该是西晒，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在里面的时候，它那个中央空调就是不是特别 work， 所以那一段时间就我们在那边就特别苦，就是身体上的苦啊，就是那段时间就是那个每天到了那个夏天，就尤其像那个硅谷里面就特别热，所以我们每天就吃完饭了以后，然后大家都自觉的，然后就跑到外面去那个散步嘛。因为到了那个下午，就是那个太阳起来以后，把那个办公室里面稍微晒一晒，然后那个里面就根本就没法那个待人，所以当时就说这件事情也是对我就有些冲击嘛，就是说像你在那个大公司里面很多东西，就其实你是 take it for granted 的，对吧？你这个办公室，当然我们要这个最牛逼的办公室，对吧？然后比方说你出去打车什么，当然这个事情是要能够报销的，然后包括你吃的这些东西，当然就是我们 Facebook 要给你提供这个行业里面最牛逼的吃的，是吧？否则的话你来都不愿意来。但是就是你开始就是做那个就像创业这样一件事情以后，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以前就你的大公司里面，它实际上是给了你很多的知识，就你的办公室，然后包括你整个这个 support team， 它给了你很多很多的知识。但是你在那个小公司里面，在这样一个创业环境里面，就是当你真的去失去，当你真的就是失去这些东西了以后，就你会发现。就的确是在小公司里面干事情，就是跟在这种大企业里面干事情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的，就很多东西都要那个亲力亲为，就你面临这个困难是非常非常大的。行，那分享一下这个 low point 啊，这个大部分公司死的原因不是因为你的公司的产品或者商业模式没有得到市场的验证，大部分公司根本就没机会到那一步就已经先死了，就是你最大几个原因，合伙人撕逼第一个。然后那个就是钱烧光了，因为你乱扩张或者你乱花钱，然后这个钱不够用了，所以就是我们这种都经历过哈。我的这个两年前这个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就是合伙人撕逼，我们第一次那个做了一个养老电商，非常天真的觉得这个母婴电商火了之后可以做养老垂直人群。然后我们的技术合伙人是从招聘网站上招来的，然后所以不是我们认识的一个很长期认识的一个朋友啊，或者是。这种方式就是特别不推荐啊，就不推荐去找一个不熟的人，不经过长期的这个 working relationship 的人，然后这个 YC 也不会收你这样的尝试。对，然后那个后来就是在零融资的时候，要求他的股份比例要涨要翻三倍啊，他以前是 single digit， 然后后来他要大概将近30%，然后呢要求不干，然后因为我们其他的几个创始人都不懂技术，然后基本上所有的技术，无论是这个。后端前端都是他一个人在写 ，iOS 都是他一个人在写，然后所以就是我们就 totally screwed， 然后我们就只能够跟他好说歹说，赶紧自己上 GitHub 把那个 code back up 一下，然后 that's the most we know how to do right， 然后那个再重新找，就是把他花几万块，就是花了好几个月工资把他先赶走，让他签合同，让他愿意走，然后完了之后再去招新的技术，把他之前写的代码接下来能够再继续开发。这又中间可能耽误将近这个两三个星期的时间，然后又花很多很多我们本来就没有的钱，然后融资也不顺利，对吧？然后那个公司后来就这个其实不是最可怕的，这个很可怕，可以干掉一家公司。更可怕的是当你这个对自己的未来的预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就像刚才那个吴斌讲的，就是你被一个比如说这个投资人讲的你就是打得你体无完肤，觉得我们这个项目就是一坨屎，然后这个根本就不可能这个像我想象的那么好，这个问题那有问题。你的军心，你作为创始人，军心很动摇的时候，你就压力会特别大。你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你就每天就你可能前两晚都睡不着觉，你会去想怎么办？这个我们是不是得转型？转型的话要就是裁多少人，要招多少新人？这个下一轮融资如果要转型，他在运投，那个我怎么跟我的创始人去说？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生存性的压力，就是基本上 CEO 在。公司很小的时候，从小到中型的这个阶段当中，你每天思考的问题都是那种生与死的问题，就是你这个决策做不对，你这公司可能就完蛋了啊！这种压力，这个应该是前所未有的，就是作为一个在长大而正常上学的一个人，这种压力前所未有，因为你没有在这样子一个 level of responsibility 干过事情，你以前干的所有事情，这辈子干的所有事情都
不痛不痒，说真的，就是写个 paper 对吧，考个 SAT 这个，哎呀不好意思，那块是哈佛，传个大对吧，就是 not a big deal。 哎，这个但是你在这个里面做的事情就是你的这个lay off people， 相信你的，信任你的人，你的这个 lose， 你的一开始 friends and family 给过你钱，你把他们钱就给亏光了对吧，你的这个身边的朋友知道你的创业，朋友圈经常每天发一些各种鸡汤文，说自己创业多么多么的辛苦，多么多么厉害，然后这个名誉扫地，所有人都知道你这个创业失败了对吧，就是这种心理的压力， emotional 的这种压力，其实我觉得是最难受的，因为它是一个 constant， 它不是说你今天解决就没了，它是一直都在，然后你随时碰到问题随时再回来的这种东西，就真的是直到然后你如果做，这是做的不好的，你做的很好的话，你是另外一种压力，你做的很好的话对吧，今天这个想买你那个想这个投你，一个投资人进来了，他然后别的投资人不高兴，别的投资人也要挤进来，然后你还有几个投资人挤不了，幸福的纠结啊，但是是另外一种烦恼，对，你那个时候也很烦对吧，但是你是在烦怎么把这事做好，但是你不是烦自己怎么不死，但是所以基本上就在两者当中这个不断的来来回回，所以对创业很惨。我也补充一点，就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好，就的确是，就尤其是如果大家是这个创始团队，是那个 CEO 的话，就我觉得这真的是，就每天会面临一件事情吧。尤其是，就我刚才提到，就是那个 VC 跟创始人的那个差别也是在这里，就是 VC 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行业，就是说他的，就 VC 一个好的 VC 就是来插大家的，就是说，就是这个来指出，就是说这个，就你创业的这个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这是一个好 VC 应该做的。但是对于创始人而言，对于 CEO 而言，这就好像就是说你有一个好小孩，然后你有一个宝贝，然后就你觉得这个宝贝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宝贝，然后现在有一个人来，然后现在就说有人，他不是有一个人，是有很多人，然后天天告诉你的这个小孩，然后啊长得不好看，然后这个智商有问题，然后这个身体这个不够灵活或者怎么样，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你还要就是鼓起勇气，然后天天告诉他说不是这样的。我的小孩是天底下最漂亮最可爱最聪明的小孩，然后就每天就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我觉得比较分裂的这样一个工作吧。所以刚才这一点对我觉得真的是说得非常好，我也感同身受。因为这点特别好玩。然后那我们机制有一个好地方，我们俩 CEO， 就我们双胞胎啊，我弟弟是 NYU 的，不好意思他没去过的。然后那个他被投资人，他是这个，就是他被投资人那个说完之后，他就跟我说，哎，这个不行，怎么怎么样，投资人怎么说，我就会跟他说，我操，这个投资人，不好意思，对，我说这个投资人他不懂，你看他这个那个他不懂，根本不用听他说的，所以现在两个这个一把手，也不是两个一把手，就是说基本上接近于两个一把手的这个，或者说这个最高级的决策，他有这个好处。对，有个缓冲，他被弄得很郁闷了，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投资人不行，然后不用听他的，因为怎么这样，然后我被很郁闷的时候，他就会跟我说，我觉得很，就是他会说，哎，怎么样，还是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可以这样那样，这个缓冲其实其实挺重要的。就为什么我说 big part 其实挺重要，就是可能越在一把手的这种决策层，实际上感性的东西或者说我们人文的东西要求更高，所以你们那个去各大其实多上点人文课程，我觉得荷马史诗什么的，各大不是很有名的那个 cohort 对，其实挺重要的，就是你对这个勇敢的理解对吧，你对这个真诚的理解，你对怎么样给予人们信任，就我那个谈判谈到现在，就是我最大一个我觉得谈判最重要的事情就怎么把这个谈判做好，这个谈判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去谈判。为什么呢，就是你要是把谈判谈成谈判，你明白吗，这事就很难了。什么是谈判啊，你有你的立场对吧，我有我立场，哎，你在论证，你说我要一个点两个点，哎，我有我的利益，我要怎么样，这事就很难做了。你跟他谈的时候，这个事儿我们就不要把它弄成谈判，就我们一起商量一下这个事儿，我们把它去做了，就不要有谈判的感觉，不然的话就很难。你有你的利益，我有我的利益，然后九个投资人对吧，我们现在八九个投资人，你这怎么搞，根本搞不了，只能跟大家说我们忘掉谈判的事情，我们不要搞得像个谈判一样，我们一起来看怎么样能够找到共同点往前走，这都是很人文的东西。那你这个谈判中，所有的我们老投资人会说，你看这个有危险对吧，好，你去设防，那新的投资人会觉得，哎，你有防御心态，这个你到后面就很难去，你信任打破，你到后面很难去建立。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你怎么样去给予别人信任，我看好他，我就给予他信任，那个
要破坏你的条款有很多，并不只在这一个条款，谁你敢不敢这样子去信任他，把这个条款就让给他，然后去让这个事情往前走，不然的话你这轮融资不行了，那又会很尴尬，对吧？然后有很多人说这个投资人非常强势怎么怎么样，你能不能去信任他，你去感知他，自己去感知他，我觉得很多人文的东西，很多这种感性的东西，所以那个特别有意思，到最后就是这种东西会比较多一些，然后所以有个 big heart， 然后天天经历这种 low point 是常态。我来分享一下这个我的想法吧。Tony， 你先得自我介绍一下，然后那个 Tony 是我同班同学，认识快20年了，说明我已经老了。然后那个在凯雷做了10多年，对吧？10年差不多，投了翼龙啊、去哪儿很多企业，然后现在自己出来做基金。所以你是想分享你的 low point 吗？因为我想问你，就是咱们金融界有这个 low point 吗？这个我可能前面就我现在这个角色可能有两重角色，既是投资人，因为我们是做投资的，但同时也是个创业者。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是会有我们的 low point， 包括我可以分享一下我是怎么看这个 low point。 那我因为前面抱歉，比如说这个航班延误，所以晚到了一会儿。补充一下自我介绍，江天一，然后是2000年的时候进了哥大，04年毕业的。毕业了以后的话呢，先是在德意志银行拓荒部纽约跟香港工作了2年的时间，然后是06年的时候到2016年在凯雷工作了10年，那么一直到这个去年的年初从凯雷离开，出来创立了一个新的基金，叫 OceanLink， 那么主要是投跟旅游出行相关的行业，然后也投一些互联网和这个消费相关的行业。现在的话差不多1年半的时间，然后管理差不多7-8亿美金的资金，然后呢投了6个项目，主要是跟旅游出行消费这些相关的。那么我自己的这个感受的话呢，是说其实整个在做一个新的基金的过程当中，最难的一件事情其实还是融资。因为这个基金的这个 business 的话，这个行业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讲，这个钱不单单是说我拿这个钱来租个办公场地雇个人，那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生产材料，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原始的工具。所以一个创业企业一般来讲的话，它可能有些创业企业它这个家里面这个 family and friends 的钱就可以开张了，有些时候可能融个几百万甚至小几千万可以开张了，但是对我们一个 farm business 来讲的话，就可能一开始的话就要这个几个亿的钱才能够去做。而且我这个因为原来在凯雷，我们的 DNA 都是做这种比较大规模的项目，包括一些私有化的项目，所以起始的时候我们看了一看我们想做的一些项目，就基本上估计整个基金的话不融到2-3亿美金的话，其实是很难真正的去做一些我们想做的项目。但是呢，就是说反过头来讲，从这种大的机构，就是在大的机构的这个像凯雷啊、黑石啊这些机构的时候，你去融资很容易。一个是这个机构本身有很强的这个品牌的背书，另外的话呢，这些大的机构有全世界有很强的这个融资团队。像凯雷的话，整个全球的话差不多这个700-800个员工，里面这个一半是做投资的，300多人做投资的，然后另外就是专门用来做融资的团队有100多个团队，所以它实际上本身品牌很强，但同时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融资的一个团队专门做这个事儿。那我们自己出来做这个融资，一没有这个大的品牌做背书，二这个也没有这个那么强的一个团队，实际上就主要是我和我另外一个合伙人一起在自己在跑融资，要去这个去融的这个。不要说几亿美金了，就几亿人民币或者是更小一个这个金额的这个起始资金，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我们也其实走过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包括很多投资人否，但我们可能不知道，可能年纪稍微大一点，所以别人可能对我说稍微客气的，就他基本上不太批我们，基本上说哎你们都挺好的，然后完了就说但我不投，所以这个受打击往往就更大。但好在什么呢？好在因为我们原来这个自己就一直做投资人，自己也投过很多的项目，也就是自己整天在这个投资的圈子里面混，其实也知道，就是说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是说创业也好，或者说做一个新的基金也好，你创业的话就是说从 A 轮到甚至天使到 A 轮到 B 轮 C 轮一直做下去，其实可能也就是需要那么几个投资人能够这个认可你的模式，能够这个支持你做下去就可以了。我们也是，我觉得做一个基金我不是需要这个100-200个投资人，我其实最核心的那么几个投资人，真正懂这个行业懂我们在做什么的这些投资人有那么几个其实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这个到了最后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这个基金现在做到这个规模，其实也就是十几个投资人，十几个这些比较大的机构，
比我们原来在凯雷对吧做的还可以。我们的虽然出来没有这个大的品牌的这样一个背书，但反过来，因为过去就是说在凯雷做的那些具体落实到每一个项目来讲，大家对我们这个团队还比较认可，所以能够把这个基金给融起来。嗯，然后我觉得，但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一直在投资的这个圈子里面，自己在看，也在看自己的同行。反正这个投资的圈子现在，我觉得从创业的环境来讲，其实创业现在实际上是一个挺好的时间点，因为其实市场上的资金还是蛮多的，所以这些资金其实给予这些创业者也好，给予这些企业家也好，这个重视的程度和尊重的程度比前两年我觉得要好很多。但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因为市场上的资金蛮多，所以其实这个所谓的投资人，这个基金管理人也是这个千差万别，有很多是这个钱多人不傻，但也有蛮多钱多人傻。所以我觉得其实从创业的角度来讲，我们反正想好自己要怎么去做，然后完了以后呢，找到认可我们的投资人其实就可以了。但当然从康复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最艰辛的一个过程。那个我发现最近就是好多年轻人想留在美国，不管是纽约还是硅谷都不回来，然后我想问你们，因为咱们都选择回来了嘛，那你们觉得就这些就是在校的学生，你们有什么建议吗？我先讲啊，这个我觉得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思维方式，就是 the grass is alway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就是你总永远觉得你没有去的那边会更好。然后我自己觉得就是当时我们那批就是其实本科各大毕业的就是中国人本来就少，然后回国的也特别特别少，所以我其实在国外的这么多年，我十岁就跟父母移民去加拿大，所以从加拿大然后后来中学毕业考到了那个各大。然后就是我在那边的中国人的朋友啊，这种圈子啊人脉其实非常非常的少，所以在那边的确是对于我来说没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为自己以后回国做铺垫的这么一个机会。然后但是我是一直就抱着一个非常想回国发展的一个决心，因为我就认为中国好，这个就是认定了这件事情，就是中国未来发展非常快，然后我要去在这里去建立我自己的事业。我在我脑海当中从来没有 never cross my mind，说我要在美国去做我自己的事业，去加拿大做我的事业，就是有些人就是很早期可能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了。然后还有另外一种人，他可能就是说我就是讨厌中国，我不想在这待，我就是出国之后我就想在这待下来，这个无论怎么样，哪怕是对吧，这个工作留不下来，那我去想个别的方法留下来，对吧，这个都有可能。但是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个人的东西。然后但是从事业角度来讲，就是如果说你想做的事情不仅仅是找到一份 stable job， 有一个很好的 income， 然后有一个这个 you know, get married have kids， 然后 send your kids to a very good school， 然后有一个很好的 work life balance happy life， 如果这不是你追求的，你追求的东西要更高层次，你一定要去 make a dent make an impact， 然后做一个大一点的事情的话，这个也看你自己的领域哈。如果是做一个这个生意，如果是做一个这个 business， 那肯定是创业最好的。创业最好的就是这个作为中国人来到中国，我觉得就像是吴斌说的机会更多。但如果你是在自己的科研领域，比如说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是专门学这个清代的那个历史的这个满族语言的这个研究方面的一个东亚文学的这么一个专家，然后在读 PhD， 然后他其实就很适合在海外发展，因为这个事情在国内其实没有很好的这个资料都在国内，但国内没有很好的研究机制，这个研究所专家都不在这里。其实你更适合在海外发展，跟更多的专家在一起，然后你还可以满世界到处飞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论坛，然后发表你自己的这个文章什么的，然后积累这个行业里面更多的资源。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看个人的想法，然后看你所在的这个领域啊，所以我觉得比较难去直接去一语判断说这个东西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对于那个，就如果说我们只是说创业或者是做生意的话，尤其是对于那个中国人而言，因为我在硅谷那边也做过一段时间，然后我觉得肯定中国人在中国就单纯从那个管理一个公司，然后包括融资，包括就是理解消费者、理解市场，这个方面来讲，肯定是在中国会更容易一些，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就的确是，就尤其是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就是对于大部分人，就是在文化上，然后在那个沟通上，就是说，跟在美国长大的这个还是
会有些差距吧。当然我觉得像你们这个其实都很强的人，对，但这是第一点。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是要看就是实际自己面临的那个机会。我觉得前面几年在中国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因为这个移动互联网的这个红利，就是尤其是回过头来看的话，就中国在过去这几年的这个发展因为移动互联网就是非常非常快，就这里面就是爆发出来这个机会就是远远超过美国。我觉得整体上来讲是这样子的，就你看就是这里面出来的这些公司啊，但是到了就是说现在这个时间点上，我觉得也不好说吧，因为我在美国那边就是做公司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中国就像我这样子就是华人中国这样在美国就是作为那个联合创始人，然后就是做一些这种什么融资啊什么这种事情的这种公司并没有特别多，就在硅谷啊，就说这是什么时候的，就是2012年底2013年初的时候，这应该是3-4年以前，就那个时候没有特别多。但我现在观察到就是说现在新一代的那个来自中国的创业者现在在硅谷那边也涌现出来很多了，而且也的确是有一些就现在都慢慢的就是做得相当不错，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也还是要看就是实际那个就是你所面对的这个机会吧，因为就单纯就这个创业环境这方面来讲的话，就中美都是那个各有利弊。我觉得可能前面几年就是这种中国的创业者相对比较少一点，一方面是因为就是中国的机会非常好，然后可能另外一点是就像我们有可能是像我们这代人就是在这个文化这一块上就是没有像没有还不够好，但现在就新一代的有可能就是说在这两点上都有一些变化，就是说中国的就是说中美这两边就是说创业的机会，就美国那边的话呢就是说对于一些技术性的项目也更加 friendly 一些，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觉得像你们这一代可能在这些文化上也比我们这个要好一些，所以在美国管理一个大企业也变得就是越来越有可能了吧。我觉得那个主要是看想做什么，如果要做比较大的一点的事情的话，肯定是中国比美国要就是要好很多。比如说就是因为其实你做任何只要跟商业相关，你不是做那种什么诺贝尔奖科学什么做物理啊这种跟人其实关系没有那么大，只要是跟商业相关，不管你做什么，我觉得人的因素可能占50%以上，不管你是对外还是对内，各个方面。然后那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人，就比如说我自己，我可以有可能在5分钟之内就跟一个很重要的人产生很强的这种personal 的这种就是认可啊或者链接，但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在美国是非常难的。我觉得就是你英语再好，你文化再怎么样，还是非常难，真的非常难这个事儿。除非你是那个梁志远对吧？你在那边特别小的时候在那边出生，那你在中国就很难了，因为你是那边的文化。所以这文化这个事情是很重要，它会涉及到哪些点呢？我就具体说一下，比如说。我可以只花一些时间，不用花很多时间，我就可以很好的跟公司20-40人产生很强的这种个人的链接，那这个团队凝聚力就非常强，他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什么其他机会，然后随随便便就走掉。但我只需要花很少的时间，这就是我们文化的那个这个因素。但是你对于美国人来讲，你管理这家公司。你如果没有这个情感管理的这个工具的话，这个虽然说也可以，但是难度会非常大，这是对于管理。然后对于投资人呢，你见投资人，我曾经见一个投资人5分钟我就抓住他的那个注意力了，然后他就一定约一下，然后在后面又聊了2个小时。那我觉得我在美国好像如果不是这个跟我共同文化的人，我不太能做这个事情，难度会大非常非常多。这些就是说，你如果在做商业的话，你想做更大的事情，特别是你要做一把手，或者说是这个联合创始人这种级别，就是做比较大、影响大的事情的话，我觉得非常要考虑你在一个主流文化下面去做，这个挺重要。但如果你说，哎，我就做到那个一年有几十万美金的薪水，然后，一个管理层吧，就是管个什么几个人的话，那我觉得美国就够了，然后那边肯定环境比这边好很多。所以这个是不一样。但你如果真的想我说我事业和我这个延展程度的话，那这个区别是非常大。对，这个大家可以去
就考虑一下。这是我观点。我觉得我自己因为这个从哥大毕业以后的话，在美国就工作了半年时间，然后后面的职业生涯基本上都是在这个香港、北京、上海，所以我可能拿我自己的这个自己的体验去做一个衡量的比较，因为我基本上这个工作的经验绝大部分都在这边。但是呢，就是基金这个行业，我现在在看，就是说其实以后会越来越趋同。你像我们其实这个我跟Anna 我们同一届有另外一个上海区的女孩叫周艳生，她后来毕业就一直留在美国，然后她在美国她自己搞一个 hedge fund， 然后其实做的也挺好。那么然后完了以后的话呢，她一方面看美国的项目，然后她也其实也花很多的时间看这个中国的项目。然后我现在自己做这个 Ocean Link， 我们这个fund我们在这个国内做投资，我们也做跨境的投资，然后我们也去美国这个做投资，这个上飞机睡一宿其实就到很多地方去，可以当看当地的项目，当然总会比那些项目更远。当然我们对某些行业看得更深点的话，其实哪怕离得远一点，其实还是可以去做一些投资。那我觉得以后的话，随着这个文化的越来越多元化，然后这个交通越来越便捷，其实我觉得有很多时候这些方面的问题都会变成相对来说这个问题会觉得就渐渐会简单化。那我自己长期观察下来，我觉得就是说到底在美国开始还是在国内开始的话，其实也可能就没有对错，就实际上就是一个个人的选择。而且就是说我觉得尤其如果很多这个同学还是刚刚自己事业刚刚开始的话，其实两边都试一试，看看那些这个最具体的机会，你最喜欢一起工作的人在哪里，然后这个多做一些尝试也未尝不可。那我们就进入到提问环节吧。然后 by the way， 我跟 Tony 是一是 opposite 看法，我觉得还是中国优势更大。那怎么说呢？我觉得比如说这个我的我不知道咱们那一届那个人，但是比如说我 Stanford 那帮人商学院的，基本上我觉得每一届现在最成功的人都是一个中国人，然后我们每年只有十个中国人，那就是美国人外国人属于300个嘛。我觉得就中国这个大方向宏观这个经济啊和发展，比如说我自己在ZhenFund当时是就是红杉跟徐老师要做个天使基金，然后就红杉一个人想到我，就是我一个师弟在 Stanford 师弟想到我，我觉得这种机会在美国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我很早就去美国，但是我因为到我在就是美国那边也不会有这种机会，就是因为中国这个 timing 和整个 macro environment 能诞生这么多就是特别好的机会。喂。我突然想一下，我补充一下，我们几乎所有同学留在纽约都开始后悔了，对，真的。然后，那个他们特别郁闷的是还要等一年多的绿卡，这个就很纠结，然后做金融，那我觉得 IEOR 的现在做最好的、最牛逼的也是回国自己开基金的，就我们当时是这几年，所以。那个我觉得留在纽约或者说美国做得特别好，就现在大家衡量就是说我这个事业的延展度和影响力嘛，这个相比来讲这个天平是非常明显的，可能10:1，也许我印象里面只有一个就是做的还可以吧，就在纽约做这种推理，这个区别特别大。然后先是纽约的同学开始后悔的比较早，因为那个金融很快你能看到这个看得到天花板，然后在硅谷就 Uber 啊这些公司，我们有一个我有个同学他也是现在是可以申请那种美国特殊人才的绿卡的，他在 Uber 也做的可以管几个人嘛，他也觉得没有太大意思，得要回国，那个那以对于他来讲可能就回国的时机越早是越好，所以就是这些比较吧。然后那个还有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我回国经历的这些东西，我见前科技部长就见了好多次了，但我在美国是见不到他们的科技部长，对吧？然后就是除了 BAT 之外，就是前五的这种最牛逼的科技公司，你算也算得上这种创始人，我可以跟他聊8个小时。我觉得我在美国可能跟 Twitter 或者是 Uber 的创始人去聊8个小时，这个企业该怎么做，那 TK 肯定不会理我的。我觉得大概是这样。所以对于像我个人的，这只是举了几个例子啊。然后跨行业的，比如说这个做电影的，或者说做 fashion 的，
很牛的人，我都能够更轻易的接触到，但在美国我somehow不行，所以这个区别就非常之大，对于我来讲是100比1或者1000比1的区别，这在我这个角度来看，所以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所以我觉得在一个主流文化下面，你去做成一个事情和延展度是非常非常区别非常非常大，对于我的个人的经历。刚才你说那个就是绿卡这块对吧，就是凡是在等绿卡的人我都基本上不投的，就是因为我们也投很多，我有说等绿卡，我觉得这说明你没有在抓住这个时代的机会，比如说你等一年，那你回国陌陌已经完了对吧，直播都完了对吧，国外交部已经打完了对吧，所以你不能等。就我补充一点吧，就我肯定是同意的了，就说我肯定因为我是用屁股投了票嘛，所以我回国了对吧，就我跟这个就我们都是屁股投了票回国了，所以今天才跟大家讲这件事情。但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还是要考虑到，就我觉得人与人差别很大的，就我觉得像大家今天说的里面其实有很强的这个幸存者偏差，就 survival bias 和那个就是 survival bias 在这里面嘛，因为就我们会很容易就是说被这些就是特别耀眼的一些这种例子所吸引，但是实际上的话就是也会出现，就是说比方说你出国回国，然后就是说没有获得这样子的这种机会的可能性，就我觉得还是不能一概而论，就是看你自己面对的这个机会。然后另外一点，就其实行业差别也非常大，就是说像刚才就吴斌说的是个金融行业，但是我可以说的是，就如果说你当时在这个美国，就比方说你科大毕业了以后，就你没有去华尔街，你去的是硅谷，就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说你即使不回国，你也会享受到就是过去几年里面另外一个很大的红利，就是硅谷这边的红利，因为过去这几年里面就是硅谷就是也是诞生出了就是大量的这种所谓的就现在叫独角兽这样子的企业，就比方像 Uber 啊，像 Facebook 啊，然后像 Airbnb 啊 ，Square 啊，然后就 Dropbox 啊等等这些，就是在这些地方，就是说它带给你的机会是什么呢？像是一个类似于就是以前 Finance 的一个机会，就是说你在 Finance 是一个非常就是安全的一个职位嘛，就你进去了以后，就你基本上你 guarantee 的时候可以挣多少钱，然后就如果你但在过去前面几年里面，就如果说你去了硅谷之后，你差不多就是说你也可以，就即使你不是特别的有很强的风险偏好，然后你去了就是这一类企业，就是说你也会有一个就是相对不错的这样的一个 outcome， 就是对于普通的对一般大家而言，就不是说对于这种少部分就是说希望能够挑战自我能够创业的人，所以实际上就是说也是要看这个行业来分的。当然我并不否定就是说中国最近几年就的确很强，而且我也相信就是说中国后面也会有很多机会，但是也是要考虑就是说个人的一些这种情况，就到底愿不愿意做这样子的事情。但我觉得观点还是不一样，首先一个金融行业就赶紧回国吧，是这样吗？我觉得金融行业在纽约和那个美国待的，因为这个跟人关系太大了，你回国你能做的事情是不是要天一应该很熟，我觉得回国能做的事情就是大太多，因为有的时候它不是说你水平好不好，它这个跟人的关系那就跟文化很相关。然后那个我比较同意前几年确实像 Uber 什么的起来这个浪潮在硅谷城，但问题是它属不属于我们中国人，就是你 Uber 的这个创始人是中国人那个联合创始人是中国人吗？那个滴滴的 CTO 张博是我武汉大学软件学院比我大两届的师兄啊，我天天约他，他很忙就是约不出来，但是我每发消息他肯定会给我回，然后那个我最后还去他公司了一趟，对这个 connection 非常强。这问题是这个 Uber 这些浪潮跟我们中国人有多少关系，我说比较偏激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一想，对还是会有区别，如果你能抓住这个，就说你可以待几年然后去有一些很好的去跟随这个浪潮，你就是还是这个人的因素文化因素，你在一个主流文化可能效率会更高，会高很多，这个当然很难去讲哪边更好，但是就是说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就是是一个考虑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这个话题的难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在用一个比较宏观的方式去讨论的其实挺微观的问题，就我们其实讲的很多是说回过头来看就是说在哪边比较好，但当大家往往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有很多微观的决定，
就是说你今天手里比如说拿了一个 Google 和一个阿里巴巴的 offer， 你这时候定你要去哪里？这个时候其实更多的是落实在就是说这两家公司到底让你能够是做这样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当你今天想要是说我是在美国创业还是在中国创业，那么你这时候初始的创业团队是谁？那么这些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实际上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说我的想法是说，其实有很多东西到了最后可能是殊途同归的。我觉得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 open mind， 然后都去选多看一些两边的这个选择，甚至尝试一些两边的选择，然后在微观的层面选取对自己最好的，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哦，我就想加一点啊，就是不用就是说一定得看到说有一个人他跟你有很多相似之处，然后他干成了这个事情，所以你觉得你也可以去干成那个事情，不一定所有的人生的决定都得这个样子，对吧？就是有的很多就是真正就尤其是创业的，想创业的人绝对不是这么想的，就是说我看到一个人做成这个事情我才去做，那些人做出来都是 copycats， 对吧？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有主观能动性非常强的人，你知道这个就是自己就会干这个事情，就要拼，就是解决这个问题，那你就不要去管说这个宏观的啊，中国机会多啊，这个文化我这个语言不行或者怎么样，这些跟你其实没有关系，就是有每一个在他做成了一个别人眼里很难或者不太可能性做出来一个事情，每一个这样子的人到后来都很成名，为什么？因为那是难做嘛，那个事情没有难度，那不所有人都去做了嘛，对吧？所以就是你不一定是说注册一个创业成功的创业公司才是在挑战自己，你也可以是。比如说我朋友的这个女朋友成了这个 Victoria's Secret model， 对吧？这也是中国人很少的，对吧？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就是 you don't have to， 只有说是一条路可以选择，只要是你真正找到自己想要解决那个问题，做那件事情，我觉得拼命去干就可以。就是最后，我觉得 for me 当时是一个 personal choice， 因为刚做投行嘛，然后就是做这个 consumer sector， 然后再帮很多这个 consumer company 收购啊或者 whatever。然后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没有意义，然后我觉得我人生就是我希望 make an impact， 我希望就是而且就是不是 normal type， 我真的希望是帮祖国，我觉得我还是特别的，就是 I want to help China， 就是我真的就是 that's what I want to do， 所以就是回国对我来说有那种 personal meaning， 然后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会不会有这种 feeling， 但是 anyway， 好，我们进入到提问环节吧。那个各位学长姐好，那个是这样，就听那个学长姐讲他们自己的经历，我也很有感触，因为我现在其实跟各位很像，我是你们的学弟，我那个2013-2014年毕业，然后在美国两年工作，然后我本身是学精算的，就 Actuarial Science， 然后这是一个著名的各大的，就是只要一毕业就不干精算的一个专业，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去在美国卖肉夹馍，然后有人回来就是做了其他的创业，比如说我。然后就是像各位说过的那个抉择，我这边也经历过，然后我也很就是真的是很有感触，我看到各位现在回来已经是就我可以学习的榜样，其实很有感触，所以说我觉得没准我只是想简单的稍微讲一下我们现在正在做的项目，然后也是给各位可能以后要创业的同学们有一个就是比较好的这种 thought experiment， 就是说你可以想想如果这个项目是你做的话你来怎么做。然后我想法很简单，就是我回国以后我本来是一个学精算的人，但是我比较骚，我比较喜欢买各种各样的小东西，然后结果我回来以后眼镜坏了，我买不到一个新的眼镜，然后我就问大家说我怎么才能买一个新的眼镜呢？在北京大家都知道，他们告诉我说潘家园，然后我就想说我在5岁的时候可能配个眼镜大家就告诉我说去那儿，为什么我现在25岁回来还是去那儿？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只想找一个质量好的不那么就是看起来比较特别的眼镜应该去哪儿买的问题。然后后来做了很多 background research， 然后这个项目一年做下来，然后也尝试了很多的方向，现在我们找到了就是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向，正好也是跟那个方艳芝女士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因为就是我们现在做的模式其实跟造作也就是真格投过的一个其他项目很像，我们找到这个全世界比较好的设计师，然后用中国最好的供应链，然后以一个相对低的价格来提供我们的产品，然后我们同时又想把美国的就是 Warby Parker 这个模式，就 free home try on 免费在家试戴模式搬回来，我们在国内也没有找到一个真的是可以等量齐观的提供这样完美服务一个公司吧。然后正好现在我们看到，比如说新零售这个概念，像 Amazon， 它其实也在提供说，我可以让你 Amazon Fashion 是这么做的，就是说免费给你提供旗舰，你在它试戴，然后你喜欢你留下，不喜欢你送回来。所以我觉得说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大家从这个关注性价比到关注品牌、关注设计这么一个大的趋势。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做了一个就是。
可以说它是时尚，也可以说是品牌这么一个方向。然后我也想请各位这个创业前辈来给我一些就是 feedback， 这样，谢谢。今天早上还在想要买新眼镜，是吗？还有谁有问题吗？是不是没太冷？大家好，就是我想请问一下，读哥大对于创业有什么样的帮助？就很有帮助。我告诉你，现在我们公司里面那个四个合伙人，三个人都是同学，都是我们现在哥大的同学。所以就是如果没有哥大，就没有我们现在这一家在国内的公司。我说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啊，就我去哥大第一天的时候，那 orientation 就是新兵那个过来，然后介绍一下，然后有一个老师，然后上去说啊，这里是哥大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cause this is Korea， 然后。后来我知道这个老师是那个管机房的一个 staff， 就管机房那个阿姨，她不是任何 professor， 她也不教课，只是一个管机房的很普通工作人。所以那个因为其实中国这个环境并不是很鼓励去追求自己梦想，我觉得。然后那个但我其实内心是有很强的这种属性的，但是我去的时候就找到了这种，然后在哥大那个氛围里面，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哥大和美国吧。这个氛围能够让那个对梦想和希望很有感觉的那个人找到一些共鸣，这个其实在创业过程中还挺重要的，就是你对你想做事情的那种感觉，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觉得在哥大认识了很多很优秀的这个，特别是中国学生，就同学，然后最后在这个路上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帮助。另外呢，在国内各大的这个社群，就像我们这边community 其实非常活跃，所以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帮助。所以在美国去各大读完书之后，回到国内还是有很多这种connection 会起到比较好的这个帮助的作用。就因为那个，现在虽然哥大在创业或者 tech 方面不是特别出名，但是我觉得就是哥大教我最大的一个 skill 就是这个 critical thinking， 尤其这个本科 core curriculum 天天在想怎么 think outside the box， 怎么变了怎么critical thinking。然后创业其实这个 skill 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然后要这个 think outside the box 这种 creativity， 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然后因为哥大，我也在刚才他们阿文也说了，在哥大本科 CC 的董事会上嘛，就是董事会其实只有四个 committee， 然后其中一个 committee 就是创业，所以哥大是非常重视这件事。我相信这几年会把整个这个 ecosystem 会搞起来。就最后两个问题吧。我是财新的王立伟啊，之前在四年前哥大毕业。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投资人和创业者逍遥，就是大家对于这个 BAT 在行业中对于创业者的这个威胁也好，或者潜在的诱惑也好，都是有很多看法。我想问，在美国大创业者会不会感到那么强的威胁或者潜在的机会？你们个人是对这个看？另外，刚才 Anna 也提到这个Oval 和 Y 可能一年之后这个双年战略打完。在最近几年，我们国内出现好几轮滴滴、优步、摩拜、OPPO， 接下来可能还有充电宝或者各种各样的这种上山上线站吧。这样在这种模式在长期来看，对于无论是对于商业也好，商业社会也好，还是对于社会也好，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可持续的模式？有没有一条可以走出来的道路？是够惨难说吗？共享单车，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但是我自己已经离不开这个，就是单车这一块了。每天早上去跑步或者 whatever， 我觉得都不需要骑个车到公园才能，就是我觉得这个，因为现在 user behavior 每天 OPPO 已经每天三千万单了，1亿的注册用户，这个而且就是这个repeat rate 是非常高的，所以从这个数据来说明这个事儿是真的，是持续性的，然后 BAT 这事儿，我觉得五年前，
或者十年前大家创业，就是很多 VC 会先想那 BAT 做怎么办，但我觉得现在已经不太往这个方向想了，因为后来又出现了这个美团滴滴头条，那如果一开始就这样想的话，其实不会有这种就是 next wave of BAT。 然后美国，我们也在美国做一些投资，美国那边确实没有太多人想这个 Google 这些事情，但是更多可能他会想就是也许 Google 会买我的产品，国内这方面的 M&A 不是特别多，百度还算比较 active。对，我觉得 BAT 对一个创业公司早期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人才而已，就是他们把最好人才都抓走了，然后所以你要去挖的话都是就是去不了 BAT 的人，所以你肯定就是一开始会弱一些。然后创业公司现在越来越难从 BAT 挖人出来，因为这一轮的这个创业最热的时候已经过了，大家比较冷静，你跟他股份期权他不理你，对吧？他只是说你给我来个实际的，然后你小公司没钱的话就来不了实际的，然后得到你到一个比较中级的时候，你才可能再会感受到 BAT 第二种类的威胁，就他可能会把你买了。那你能其实现在这个创业环境能卖给 BAT 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对，绝对这个 BAT 来买我立刻就买，毫无疑问，对，没有几个公司是有资格在这个市场当中说我的公司以后要独立上市啊什么的，这不是四年前大家还对创业有很多憧憬那种感觉。对，我觉得。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吧，就的确是就是说如果只是比较中美的话，就是国内BAT 就是包括后面的那些网易啊京东啊什么这些就是说它对于整个市场的控制力我觉得是要相对于美国的像 Facebook 啊 Amazon 啊什么这些要高不少。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是就是你像 Facebook 啊像 Amazon 啊包括像 Google 这些，就是说在进入新业务上面，就我不知道是因为能力的原因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就是说没有那么 aggressive 但是你看像国内 BAT 的话，就是说大家对于一些新业务，比方说像这种 O2O 啊然后什么这些东西，就是说一旦出来，就是说大家觉得这份很好，然后都想去做最后导致就是说国内这些巨头的这个辐射力和这个触角就伸到我们这个生活的这个方方面面，就我觉得这个情况的确是客观存在的。然后另外一点是就是 MMA 的市场，就这个其实在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就创业公司那个推出的市场，就我们在美国肯定会讨论就是 MMA 的这个机会，这其实也是就是说也是就是说像美国的巨头吧，像 Google、Facebook 啊什么的，就是说他们在战略上就这个界限画的还是可能就相对更就是对自己更 disciplined 一点，就是说如果这个业务就是说我们自己就是说就是说觉得我通过收购这个公司然后我可以更快的实现某些战略意图的话，他可能会考虑 MMA。 然后就我当然对国内就是没有那么多的了解，但是前面几年按照我听说的一些情况，就是说这种相对少一点点，但是从现在来看好像是变得越来越多了，就像安娜刚才说的，就我留心最近就是像百度包括阿里巴巴然后包括腾讯，其实这几家就是 MMA 的那个 activity 就是变得越来越多。那我觉得这实际上对于整个这个创业的这个 ecosystem 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是实际上是会让更多创始人可以更愿意出来干因为毕竟就是 IPO 的这种推出渠道是相对而言比较少，如果说有一个很活跃的这种 MMA 的市场，包括如果说以后 A 股公司更愿意来做这件事情，就如果有一个非常活跃的这种 MMA 市场，实际上是会促进就是整个这个生态系统的繁荣。那我觉得现在国内应该是在慢慢发生这个转变。谢谢。首先我本身也是做 PVC 投资的，然后最近有读到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它主核心观点是这样子的，它是说优秀的科技公司努力创造可持续的价值，并且不受风口的影响，市场机会呢可能会持续几年甚至几十年，而平庸的科技公司呢在解决虚假的问题，努力借风口争夺几个月的市场窗口。所以说投资这些平庸的公司很可能有危险，因为它成功的关键是在高点卖掉，而只有投资这些优秀的科技公司才能获得巨大的回报。打个比方的说呢，就是像现在很火的共享充电宝，它其实本质就是一个补技术 bug 的一个想法，而我们知道这个电池的技术也是发展进步的非常快的，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思路未来很有可能是没有市场的。所以我就想请教各位校友，
就是你对这个观点它基于不管是作为投资者还是说是创业者，您的这个想法是什么，您的理念是什么，谢谢。我觉得这样，就首先就说我觉得各行各业能说的人特别多，包括这个投资人能说的也特别多，这个创业者能说的也特别多，但最关键还是要看结果。所以我是一个其实是特别喜欢看数的一个投资人，就对我来说任何事情我就看数字，包括他的财务数字，包括他的 KPI， 就是说不管他怎么说我就要看他的数。这个数的意义在于什么？这个数的意义在于这个业务模式到底走不通，这个数的意义在于它的业务模式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就是说我觉得当然现在有点是否聪明的这个样子，但是如果大家去看一看前两年乐道那个就是乐视的报表，其实你就很清楚乐视这个公司因为为什么会出问题。就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说是一个纯硬件公司，干的是家电的活，然后呢就是亏巨多的钱，然后硬是把自己这个挂了头卖狗肉，说成是一个有很多下生态的一个公司。所以呢就说我们实际上实实在在还是看数，就包括共享单车这个事儿。共享单车这个事儿我觉得不否认它是一个已经这个我们这个用户习惯非常深入的这么一个产品，但它是不是一个值得投资的一个业务模式，现在这个是个未知数。我觉得这个其实有很大的争议，比如说这个东西大家每天用，但到最后它实际上是一个很值得投资的一个生意呢，还是说到最后是一个这个风口，还是说到最后既不是风口也不是生意，可能就是一个半慈善半公益的东西，这个其实是不太清楚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就是说至少从我做投资的角度来讲，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还是看这个企业，它不管它的给你讲的故事是什么，不管市场的风口是什么，就切切实实落实在具体的 KPI， 落实在具体的这个数字上面，它能够到底做到些什么。哪怕是一个创业型的企业的话，它只干了半年，只干了一年，就是它在这半年一年里面所做到的这些数字和他一开始制定的这些策略和他想干的事儿是不是符合，这个是我只要从我这个做投资角度来讲怎么去看所谓风口故事和真正做这个实业创业的场景。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论坛环节就到此结束，我们再次给五位校友热烈的掌声，谢谢。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小短片，这个短片是有个方艾芝女士倾情赞助的一部关于我们哥伦比亚大学和我们中国校友的一个历史短片，大概七分钟左右，我们来欣赏一下。从祖国的燕山脚下来到美国哈德逊河畔，在这座伟大的殿堂里，终于寻访到了前辈们的足迹，我仿佛听到了他们的脚步声。此去西洋，深知中国自强之际，舍此无所他求，背负国家之未来，取尽洋人之科学，赴七万里长途，别祖国父母之邦，愤然无悔。岁月流逝，十九世纪的尾声到来前，四批留美幼童辗转来到哈德逊河畔，以惊人的速度适应学习，最终得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求学。当时清政府称哥大为高吕比亚大书院。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最早进行通识教育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进入二十世纪后，哥大全面实现了向现代研究型大学的转型，以前沿性的自然科学、医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等多个领域的研究与探索而享誉世界。一百多年来，无数心怀理想的中国学子走入哥伦比亚大学，又带着母校的荣光前往世界各地。一如哥伦比亚大学的校训，借儒之光，德借光明，每一个在哥大求学的中国学子都时时刻刻被前人智慧的光芒指引着未来的方向。
学，它是研究型的高等学府。我在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学习的这两年都让我受益匪浅。我觉得就是哥大它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学习的环境，才能够让每一个老师都能发挥他们的专长和光芒，然后影响世界。哥大的第一次让我呢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里边，在一个很广阔的知识世界里边去重新发现自己，重新看待世界。像这种哥大的这样的精神的话呢，我觉得呢可能会跟我一辈子。 To think about the global centers, I think you first have to think about globalization. We think we ought to be out there, we ought to have a physical presence, we ought to have people who are highly involved in and expert in the regions in which they will work. Colombia has always understood that China plays a major role in the world. Colombia Global Center, that is located in Beijing, facilitates further engagement and collaborations between our faculty and faculty and other actors in China.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后面准备了一些酒水和小食，欢迎各位校友、在校生和新生以及我们的这个嘉宾们，在后面这个简单的做一些 refreshment， 然后我们再做一些交流。好，今天的活动上半部分，稍等一下。哦，对，那个一会儿我们想给这个今天到场的新生呢做一个合影，所以一会儿新生朋友们可以先到我这边来，然后再稍后到后面去，好吧？谢谢大家。2019新